英雄工厂热线，请讲出危急事故。我哋呢度系英雄工厂，制造出全宇宙最劲、最勇敢嘅英雄，为佢哋配备独特嘅高科技武器。无论任何任务，佢哋都可以应付自如。面对坏人嘅挑战，绝不手软。瓦解邪恶势力嘅英雄已经破空而出。英雄工厂，创造独一无二嘅英雄。你的技术就是这样的。你的这样的技术都敢叫自己做英雄啊。我很努力学着的了。我差点忘记跟大家说，有人邀请我帮一只新出的饮品拍广告啊。哇呼，今次你一定红啊。你就好了。队长你觉得怎样啊？旋风，我们英雄不是明星。等着先，我之前听人说在马古喜乐士的巨型电子广告版上见到有你做代言人的广告啊。队长，那间广告公司原本说只是将很小的海报，怎知就放在上广告板那里。下次经过见到的话，我就会将它拆下来的。好了，各位听着，英雄热线刚刚收到来自麦加多恒星带的警报，麦加多市的执法机关要求英雄工厂立即派出支援。我识那里的主管的，所以我就派你去啦。我们出发啦。有什么资料？手头上的资料好少，因为自从收到机关主管戴伟斯的求救之后，就跟他失去了联络了。看来他就是关键所在。好有可能，不过外围城市的执法机关很多事都暂时停滞，正信度不是太高的，你们要小心一点。我们很快就到麦加多市了。好似荒废咗咁，发生咩事啊？因为紧急事故，所以全城封锁。你们要记住，千祈不要松懈，现在去找戴伟斯。你们三个四周围看看，我一个进去先。指证大堂冇动静，不过探测器感应到。起定，唔好喐。雪布斯特，你唔使咁紧张嘅，好高兴见翻你喎。哎呀，唔好意思啊，头先嗰个只系虚报嚟嘅啫，搞到你特登走嚟添。系啦，点解唔见你啲手下嘅？佢哋喺出边搜查紧。
隊員集合，代碼十三，請注意。係啦，你哋記唔記得代碼十三係咩啊？記得，即係有麻煩。係啦，我想知道點解會有虛報嘅。其實咧，呢度就冇咩問題嘅，只不過係有機件故障啫嘛。我諗你唔介意我哋四周圍睇下嘅嗬。收到警報，巡例都要檢查一下嘅，你應該明白嘅。唔明喎，我呢度冇咩好檢查啊。仲有啊，我唔會俾外人喺我嘅管轄範圍之內亂嚟嘅。你係咪想挑戰我嘅管治權力啊？你冷靜啲先，你知我有責任查清楚係咪有人持械闖入喺背後挟持你，逼你做非法嘅事噶。我唔使你呢班麻烦嘅英雄教我点做，正正地要同我扯啊！你唔好逼我出手啊！真系好笑，系我出手消灭你哋就真啊！我而家正式拘捕佢，你哋用啲飞虫嚟做射击练习啦。做得好啊，搞掂晒啦！真正的敌人仲未出现嘅，我嚟啦！你用解兽，大家散开，做好掩护。咁啱经过咪打个招呼啦！佢就系用解兽啊，要小心佢有支硝酸枪。正确嚟讲系放射性硝酸枪嘅。啊，仲有我今次特别加强咗硝酸嘅浓度，就当系见面礼送俾你哋啦。效果非常好，一中咗就玩完噶啦！弊啦，我要做嘅嘢已经做完晒啦，连我自己都估唔到咁顺利，系咁先啦。你做咩撞开我啊？我差啲就射中佢噶啦！系佢射中你啊！队长，你点啊？我冇事，我老子身定系冇可能对付到用解兽噶啦。萧酸拿穿咗件盔甲啊！我哋要带队长翻去英雄工厂。唔使，我哋一定要完成任务。仲要带埋戴维斯翻去。今次惨啦，希望队长唔会变到好似戴维斯咁啦。